声音就好。闭上眼睛，你会感觉到世界突然变得很安静，只有我的声音。闭上眼睛，当你的视觉被剥夺的时候，你的听觉会非常敏感，你会感觉到我在你耳边的声音。没困，不困。
清醒掉，听不了。谢这个名字不烫嘴，嗯，好久不见。最近在干嘛呢？现在确实就差一个我过来过下任务的嘛。衣服有毒，真的。Hello， 换一个。Hello。现在就是
杯水。
有点吵了，就不听了。不是说吵吗？吵的话还挺慢。就知道不吃香蕉片吃的。这个味道一般，主要是只有这个了，没别的吃。吃最后一口，舒服。
其实有空调，你太舒服了吧？谢谢魏轩。不行。谢谢青哥的弟弟。你是在哪上学的？我又忘了，重庆吗？你是在重庆吗？还是哪？还是 KK 在重庆啊？我忘记了。啊，西安，
东西一会儿就会太吵了，所以我就没吃。哎，直播间的东西吃个屎都会有人说我吃的好我吃的不好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只能来一会儿。习惯了就不孤独了。好呀，谢谢小虎牙，谢谢，谢谢高白，谢谢黄婆，谢谢小虎，比心。谢谢晴天。
真有时间。下任务的嘛，求求了。现在就是在比心。我是一个，你是天使吗？天哪，比心，出去做完一个，没吃吃，去掉它。哇，终于做完一个任务了，太难了。其实我是。笔芯啊，你看 ，OK， 都是爱你的形状。这个要不要整个全吧？很香，很香，刷什么加外香？五本书加外香，又过掉一个没准子。五本书加外香，哥哥。啪啵啵啪啵啵啵啵啵啵啵。月下，哇，开心！还有过一下任务的吗？行了，也很香。哎，真的不要抽这些，别抽了，那个东西，放弃它。这里比较好。
星哥，你不要跟我对着干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很黑，我跟你说，我好黑的和星哥，别玩这个了。也是学，他是学什么的？学金融的？你学啥的来着？我已经忘了。君不见黄河之水。跟我讲过吧，应该。谢谢小虎牙，哎，就差十来个血瓶了，要过一下了。君不见，朝辞白帝彩云间。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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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有点油，现在要过一下原舞的小。
配小奶油。正常的嘛，从11